咱们今天吃一个扒肉饭，刚刚做好的，帮我点点小红心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先来苦米饭啊。加肉，加上可乐鸡翅，出锅了。咱们今天吃排骨炖粉条，刚刚做好的，刚出锅的，配上一碗米饭。先来一个排骨。炖了一个小时。大粉条的配米饭。